你绑架我女儿是吗？你这样让我兄弟怎么办啊？我不想要你的情郎啊！你给我的感觉，你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。你应该去做一些主角和配角的训练。为什么我一点都没有感动？悬疑剧的卷角已经结束了，很多人落选了，还有下一轮的机会的。你给我醒醒，你明白吗？讲话的那个人呢？你在想什么？你现在脑子里面光想的是这个情绪，而没有想为什么。卡了吧。再给综艺一次机会吧，两条剑吧。我好紧张，好紧张。叶童老师，你等我啊！选我，先走个路来看看吧。不值得这一切。你至少很像我那一版的多尔衮，你很像这个年龄的大鱼儿。走走走走走走走。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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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先赶到叶童老师那边，衣服一穿，诚意满满，直接带你去。是不是被你杀了？哎呀，快点！大太太，你拉我干什么？哎，我的天哪！这云晨，你删了快半年的台词，可你在上什么？不过吧，真的也是过分。怎么样？啥呀？怎么样呀？丑妆，如果我天生就长这样，你会喜欢我吗？ 哎，那个，我说那个，小辉儿，你把衣服脏了，你赶紧把衣服洗干净，脏吗？如果变成了毛毛虫，你还会爱我吗？如果我变成了无眉女侠，你还爱我吗？什么？没有眉毛的女，对，爱你，爉你，勉强骗我。 真精神呀！打了篮球还那么精神呢。那嘴给你啥呀？塞了棉花呀。你来笑一个，歪嘴笑一个。难，丑死了。嗯。你口红不是往这边撇吗？往这边笑，是不是你就能笑的？<笑>你往这边笑，就感觉你没笑。 撇了，对了，是吗？平均了。来，撒公公。来，阿瑞。我干啥呀？来拍照。我叫我呢，就直紧张整的。拍照，来。自拍啊。自拍。自拍，那你拿着吧。 你拿中间自拍，啊行，我拿，我试试。自拍，我试试啊。不用美颜的吗？能拿美颜吗？我这也太好看了。来，哎，我手也得来点。兰花指，对，兰花指。还是我妹。导演。好像行啊。<笑> 挺好，挺好，还行。再来一张，再来，这个流行。来，我在这个区域看你们仨，我真的不能不笑，还都摇着头。哦，好笑啊！我第一次脸长输给别人，我告诉你。 哎呀妈呀！我人生当中只输过两次，一次是于震，一次是于洋，两个都是姓于的，就输过他俩，其他再没有遇到过对手。那我是老四。好，你是弟弟。对，我真是弟弟。你只能排上第四。老四，对，我是老四。赏你一张红。哎，你知道你像谁不？谁？我不跟你开玩笑，你自己去查一下，《镜花缘》有个动画片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唐敖。 你查，你听我的，太像动漫人物。OK， 真的，你听我的，你去查查唐敖，太像你了。你戴上头套，是我像光头强的对吧？是，但是你比他更像，尤其你现在那个样子。滴点下巴呗，几位，我这是仰拍。一。
二三，低点下巴来，一二三，哎，不行，你的下巴多了，再抬一点。大头吗？那三位离近一点来，离近一点啊，手都出话了，往里来一点，哎，太近了，来。来，再来点，再来点，再近呢。再来一个，男人的事你少管。不是，这次手怎么？公共的事情你少问。嗯。哎，都给我挤成内八了。累死了。行了，来来来。动过大头。我不倍儿霸道，双击六六了，铁。优酷会员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无限超越班第二季的一员燕许佳。三月上优酷搜“春日宠粉计划”，看精彩综艺，拿缤纷好礼。酷酷综春日宠粉计划正式开启，春天在哪里？我在这里等你。今天请来了三位资深制片人，我就不配做演员吗？当初已经官宣了还要把我换掉的原因是什么？为什么一定要规定我一定只能直播？你再说下去，你就会被骂上热搜。关键我说你那么多戏，然后你还来参加这个。我也觉得我想再突破一下吧，我觉得这种曝光多一点总是好的。嗯，就我也纠结，我也真是纠结，我特别纠结。然后我也觉得，哎，要不要就在自己舒适圈待着，就拍着呗，古装戏一直拍着。但是后来想来想去，我觉得还得再来，还得来，还得来一点。你就相当于继续得往上拼吧。能不能往上不知道，但是我觉得得让大家能看着我，现在开始。你老消失，老消失，忽然间有一天，哎，出来了。张瑞这两天去哪儿了？完了，过两年再说张瑞这两年去哪儿了。完了，我有几个那两年去哪儿了？有道理，这些人我到底这辈子去哪儿了？张瑞，是吧？确实有道理，是吧？是吧？嗯，你点头，太有道理了，真的。紫薇老师，我们就认识一下吧。来介绍一下，尔康。啊，不是那个。我心里你满哪都找尔康的是吗？你的好兄弟就算好长了，遍地是耳。对，都是好兄弟。对对。你多大呀？25。我那么小。我们都27、28，都快30了。你拉倒吧。演员的黄金年龄是35岁。妈妈，就跟你说，就是妈妈。男生更晚，45。你得喂到什么？就慢慢熬。对，是就像打麻将似的，你知道每到牌桌上最后一个，牌桌最后一个，这个聊会儿。不不，你看你给我坐哪儿？别给我使事儿啊！你也不搭话呀，你就光挺好挺好。你这个受不了，他肯定也能演喜剧，是吧？还行吧。他是喜剧大赛出来的。他性格特别好，确实可以演喜剧，他确实可以演喜剧，真的没开玩笑。而且你说东北人自带节奏，喜剧的节奏这种。那我平时比较高，别人看不出来我的喜剧天赋。你看他穿这么多，是吧？对，往个儿又高，又高又冷。那是他冷，不是说高冷。对。啊，这几天我就觉得特刺激，就是正常开一个电视剧啊，3个月都遇不到的事儿，这两天应该发生了2-3倍。真的是。真的是各种意外情况，各种突发事件。这几天我只能说我日子非常的抓马。翻译成普通话怎么解释抓马？就是抓了3只马。嗯，对，差不多，一天一只，一天一只。接下来避免抓马，抓驴，抓羊。在无限超越班我感觉挺赚的，赢得了一些机会，然后我们各个导师真的在当我们徒弟一样的在教我们，很开心。就我自己现在肯定还是想要重拾就是好好拍戏的那个信心嘛，然后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好好培养一下专注力这件事情，就是我觉得到的一件事。当我知道自己当选队长的时候，就是有点不知所措，我没有协调大家的能力，所以说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出现了很多小状况，但是呢我们后来的这2天全队的6个人可以说是近乎疯狂的比分，凝聚力非常强。你要说其他组说比我们凝聚力强，这个我是首先不服。哎哦，你真的是弟弟，你就这么聊。感受就俩字，熬累，再加2个字，值得。对，俩弟弟真拼了。学会依靠别人其实是件很开心的事情。
我想首先我要感谢我的队员们，因为其实在一开始做队长的时候，我是一个特别焦虑的状态，但是这么密集的这个工作里面，我觉得很快的建立了队员之间的那个 bonding， 在遇到事情的时候，大家真的是很为对方着想，很希望对方好，所以我这次很开心可以跟他们一组，我也很期待跟你们合作啦。后面如果有机会，大家可以多相互，就是我们换着合作合作，说不定就比如说我跟你，哎，有一个不一样的火花，你跟他有个不一样的火花，反正特别棒。我是这么想的，就是我是大学毕业之后啊，很少就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氛围，我特别特别的开心。十几个同学，每一个同学都很优秀，你没发现每一个同学都像每个班里该有同学的样子，就是不撞型。比如说有高高帅帅的，你看，这种撕胡子自己，对吧？包括还有大葱这样的。哎，我哪样呢？一直有包袱。不是有，不是偶像包袱，是抖包袱。来来，你把话给我唠明白，我哪样呢？不是，你就你这长相，你说咱俩比脸长谁长？对不对？脸长的这样的，就是说啥意思呢？就终于下课了，今天终于下课了。然后我相信通过这次之后，我们不是剧组的朋友，我们是可能是一辈子同学的朋友。三个月下来，咱们加油，好。啊，这几天我就觉得特刺激。就是正常看一个电视剧啊，三个月都遇不到的事儿，这两天应该发生了两三倍，真的是，真的是各种意外情况，各种突发事件。这几天我只能说我的日子非常的抓马。翻译成普通话是怎么解释抓马？就是抓了三只马。嗯，对，差不多，一天一只，一天一只。接下来避免抓马，抓驴。抓羊，在无限超越班，我感觉挺赚的，赢得了一些机会，然后我们各个导师真的在当我们徒弟一样的在教我们，很开心。就我自己现在肯定还是想要重拾就是好好拍戏的那个信心嘛，然后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好好培养一下专注力这件事情，就是我觉得到的一件事。当我知道自己当选队长的时候，就是有点不知所措，我没有协调大家的能力，所以说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出现了很多小状况，但是呢我们后来的这两天全队的六个人可以说是近乎疯狂的比分，凝聚力非常强。你要说其他组说比我们凝聚力强，这个我是首先不服。哎哦，哎，你真的是弟弟，你又这么聊。感受就俩字，熬累，再加两个字，值得。对，俩弟弟真拼了。学会依靠别人其实是件很开心的事情。我想首先我要感谢我的队员们，因为其实在一开始做队长的时候，我是一个特别焦虑的状态，但是这么密集的这个工作里面，我觉得很快的建立了队员之间的那个 bonding， 在遇到事情的时候，大家真的是很为对方着想，很希望对方好，所以我这次很开心可以跟他们一组，我也很期待跟你们合作啦。后面如果有机会，大家可以多相互，就是我们换着合作合作，说不定就比如说我跟你，哎，有一个不一样的火花，你跟他有个不一样的火花，反正特别棒。我是这么想的，就是我是大学毕业之后啊，很少就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氛围，我特别特别的开心。十几个同学，每一个同学都很优秀，你没发现每一个同学都像每个班里该有同学的样子，就是不撞型。比如说有高高帅帅的，你看这种撕胡子自己，对吧？包括还有大葱这样的。哎，我哪样呢？一直有包袱。不是有，不是偶像包袱，是抖包袱。来来，你把话给我唠明白，我哪样呢？不是，你就你这长相，你说咱俩比脸长谁长？对不对？脸长的这样的，就是说啥意思呢？就终于下课了，今天终于下课了。然后我相信通过这次之后，我们不是剧组的朋友，我们是可能是一辈子同学的朋友。三个月，加油，好。
在手机里有整个世界的虫虫，不只是我的虫虫。可以看一下我们玲珑虫剧吧，那社会里边三个混子。如果在短视频平台上刷到了对方的吻戏，自己的反应会是？那笑得都很开心。刷到过。如果做对方的经纪人，最想做的事情是？那他赚钱咯。我想他成为新任的好莱坞公主。面试判官。平时判官。面试判官。面食叛乱，高速，高速，运转，高速运转，进入机械中国，灯火燃山，灯火燃山，灯火燃山，你是真饿了，你怎么穿品如的衣服啊？最怕别人喊你的三个外号是？这没有哎。如果有粉丝喊你老婆呢？那就愿意怎么着怎么着，那我也不能把人嘴堵上啊。请说出跟其他学员相比自己能脱颖而出的三个优点。这个放弃了这个。如果让你借100块钱，最先想到的三个好友是？下一题，最想给吴镇宇老师的三个建议是？不是说拿到蓝色的是好的吗？这个是好的。那你可以看一下另一张。哇，这个是好的，演一位90多岁还在跳街舞的老人。阿美，不管怎么样，我觉得这个愿望是要给你的，真的。我知道你很努力了，哎呀，而且你是非常有天分的演员，我真是看完你面试，我第一个就想要你。我说真的，你看得到的，对吧？你感受到我特别喜欢你的那个亲切，对不对？海宁姐对你的评价和期望最高，我真的觉得你是天才型的，最挂念、最挂住你的，真的。好啊，我觉得你很自然，很棒。所以他们真的容易哭。不是，我是双鱼座的。我们只是离别之际。超出我的废纸，猜一猜。我们这次。把眼泪流光了，我们接下来就是往前冲的时候了，对不对？调整好心情，心情一定要调整的。而且我知道，你知道这个时候最 emotional， 对不对？对 ，OK 吗？你也知道是什么情况了。对，就是太掉进在一些可能并不。没事，知道了就好了，之后就好了。第一次嘛，没关系。正常，我。最早比赛的时候遇到各种事情，也是各种爆哭，但是就是因为太较真，那时候才都没成年，就是根本就不懂嘛。老师好。哟呵，有像。怎么称呼你？我叫燕许佳老师。小佳，对，小佳、小燕都可以。参与那个电影方面多久了？我其实从大概9岁就开始拍戏了。哦。但是呢，我拍关于动作方面的比较少。啊。去年有拍过一部古装戏，有很多拿剑子打的一些东西多一些，对。老师，我来了。你来了。我们是土匪帮的。哎，好。起码还是有点样子。有点样子吧？哎呀，有点样子。虽然你是我们广东话讲靓仔，没有，靓仔，靓仔，对，靓仔。明日的 superstar。哎。你好，努力多。我们先从龙套演起吧，现在。个都是从小开始的吧？对。不像您呐、啊。哎呀！哎呦！你把我玩了也。我都说好。老师，我学拉丁的。是啊，没事。好，你想嗨吗？你想嗨吗？那我们就来了。哎呦，大亨，好吗？那我们就过来吧。呀，来吧，好，言归正传。
不是前面这一排是干什么呀？拍你们。别拍我背。是干谁呀？恭喜！真带实力的。谢谢。你是收了还是刚出？收了呀，我们收了。哎呀，来了，队长来了，谢谢谢谢。哎呀，谢谢。咋呀？还得是队长。老师好，你好，我是议员，然后我来探班，然后给大家带奶茶。有没有带钱来？好、啊，先买这个了。马上过年的红包了。老师过年好，给我红包。好，你谢谢你啊。没事。然后弄黑汤，谢谢这个。趁热喝。喂，为什么那么好的？原味请我们喝东西。在忙吧，他们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唐伯虎点秋香杀青，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杀青了，谢谢。怎么着？要给我展示军体拳？不是。喝哪杯啊？都一样的。一样的。是，他了。昨天晚上我们选角在龙门山那边，他们两个是应该是一起，你俩是不是一起练过？没有。招式都一模一样，我还以为李明德会跟我一样笨手笨脚，然后他还翻了个跟头。我可以这样一下，是虎跳。哈，哈，哈，哼，哼，哼。好。哇，哇。那不就是肘膝腿拳吗？然后再回一个招，显得我很蠢。我们真的没有学过，我们学校不教武术啊。我们可以一会儿准备陷阱那个。哎，好的。啊，快准备这个镜头。嗯，就是你陷入那个流沙里边了。来，慢慢的。来来来，下面是有一个空间。我踩在袋子上就行了，是吧？下面有人的，会扶着你的。到底哦，哎，漂亮。对，哦，你动作知道吗？蹲嘛，是吧？蹲，然后蹲了，挣扎，然后。好，我们先别动，让大家试一试这个感觉吧。来，来，预备，三二一，开始。害怕？哎呀，太快了，太快！喂，那个流沙，你现在先演戏。心里想怎么回事，看四面，然后往下，整个感觉你试一下，看着我，害怕害怕，恐惧揍你了，现在害怕害怕，一帮人过来揍你了，有多要大一点，开始往下沉了，越来越害怕吧，越来越害怕，差不多沉下去，就在情绪就上来了吧，对，是吧，就惊恐嘛，渐进式的惊恐吗？你需要往前扑吗？我想爬出去。爬的话呢是好的，但是有个难度。想爬，但是还是要继续往。你不可能上来的了啊！抓，用手来演，慢慢蹲，用手看啊啊！出汗了，好，手慢慢出，手慢慢出。好，可以，手可以再慢一点啊。嗯，差不多这个意思了，好不好？好。可以试了 ，OK， 沙子一块直接开机了，那沙子动，沙子动，沙子动，沙山道，渐进式的惊恐，用手来演，慢慢蹲，手可以再慢一点啊，预备，预备，锦超害怕了，锦超预备开始，沉，奇怪，往这边看看，往这边，害怕，不要下去太多啊，来，紧张，紧张，害怕，害怕，往下沉，往下沉，救命啊，手演戏，手下去。好，他、有那个意思，有那个意思了，挺好的。来，往这走，把人给拉上来。感谢而到了。弟弟，饿不饿？不饿，早上吃的挺多的。吃饭了？咖啡喝吗？想喝咖啡吗？不喝了，不喝了。是怎么回事？因为我昨天凶他了。哎呀，你能行了不？睡一觉还没忘呢。嗯。
我觉得我们最后全留下就是最好的，对不对？喝咖啡吗？喝咖啡吗？想喝吗？我跟你说，你点不到的。为什么？你点过了吗？这是非常荒的地方。啊，姐姐一定给你想到办法。拿铁还是美式？拿铁吧，拿铁，热拿铁。热拿铁。你呢？热的就行。朱子香，请喝咖啡吧。要喝吗？三个热拿铁。都喝热拿铁吧。明白。好吧。妹妹，原来是这样，我误了，姐姐。好友都是这么坑的，你知道吗？怎么一个人都找不着呢？嗯，怎么那么孤独？我们组怎么就剩我俩呢？呀，不得被踩。嗯，我怎么好？我太无聊了。我们来看看化妆间都有谁吧。哦 ，Hello。嗨。野土匪啊，听说。你是啥？我是大小贾。你打我吗？我打你吗？啊，这么爽！你还给我们踹下去？我给你们踹下去。嗯。下手轻点，姐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太难过了，我太难过了，我不能太幸灾乐祸。我会轻点的，好好弄哈，拜拜。我无处可去。那行，说啥跟我聊会儿呗，我太无聊了，那能不能跟我聊会天啊？哎，耳朵，这是耳朵吗？不是不是不是，看错了，吓死我了，像看见班主任似的，只是戴了个眼镜，不过有点像，老害怕见到老师。你男朋友是属于奶狗，奶狗还是小狼狗？有点结合的，嗯，但是其实看上去就是小奶狗，毕竟确实是小，小，就萌萌萌萌哒。沙姐本来还说给我介绍一个她男朋友的朋友，我说你要介绍她同学吗？啊，对，她同学吗？我觉得她同学也一个一个挺帅的。他我现在好像就是因为太久没谈，所以不清楚自己的喜欢什么样的。嗯，我喜欢我每个男朋友的类型都不一样。啊，就你喜欢重口。就你喜欢重口。不是想说重口男的。对，他喜欢不一样，不是千奇百怪，不好意思。就是我就喜欢，因为我觉得就谈过一个类型，我就不想再谈这个类型。真的？是的。我跟你说，我太强势，就是外表太强，我觉得没有男孩很就会很喜欢。你先骗一下他们啊！我以前是很温柔的，半条那种，很温柔。嗯，但我就觉得你脾气还蛮好的。就我在恋爱里面会容忍的许多一点，但是现在感觉不会了，因为被扎过，所以不会了。原来是这样。你适合热情一点的，有趣的。然后他本身很喜欢一张高冷脸。我也。可是我喜欢一个人待着呀。啊，你更喜欢一个人待着。嗯，就是两个人在待着你会觉得很烦，好无。他好需要空间啊。我很需要空间啊。你很独立，我不行，我很黏人。你们两个都很机智。我是事业型，但是可能就是因为，可能也没有遇到合适的，总会遇到合适的吧。